唔同燈打舅公呢度。好，跟住再翻過嚟呢部先。阿師呢度係，但其實拍嗰陣，因為我同阿娜姐都對手戲嘅，咁佢一人分析兩角啦。咁其實都好大壓力下嘅，自己個角色好大，即係精神分裂㗎啦，戲裏戲外都。咁即係付出咗好多，同埋你打啦，有好多打啦，係啦，好多動作嘅場好多動作啦，電影追擊裏面咁會變咗。我見你成日都受傷，日日即係基本上成個戲你都 keep 住傷傷地咯，即係冇花好肉咯，即係係咁打咯。總之每一場有打嘅場口都會受傷，都入關你事，即係唔同嘅地方。哇！全身都有傷，因為佢落唔到 pat 嘅，佢係全部短褲、啊。因為我啲衫啊，全部都係嗰啲好貼身嗰啲貼身牛仔褲啊，好細件嘅皮褸啊。咁跟住又無端端，同埋我想講，我打嘅每一場動作戲，全部都係著高踭鞋，所以好容易咬柴啦。係咯，即係直頭冇乜好肉啊！真係，同埋拍緊嗰陣時又敏感咧，又全身敏感啊。咁啊，同埋同埋好多動作場口，即係跑啊、追逐啊，即係譬如同阿 Bosco 有一場跑嘅，導演係直頭要我跟上佢嘅速度，但係我著住高踭鞋。我已經進修緊，已經都會啊，都會之後想再繼續進修啊。咁始終即係呢一方面歸健康嘅，又幫到大家，咁我覺得即係再學多啲話，一定有益啊嘛。會攞牌啊，執照去做啊。即係做體型師啊嘛！這個就真係要長遠計劃啦，暫時就可能未有時間可以去考到個牌，咁但係都會想 keep 住去學咯，增值自己。要個牌難考㗎，要幾多小時或者係咪？通常咧淨係要出去醫院實習一年㗎，咁呢個就真係要即係哇，同啲工作配合下先得啊，要去。好忙啊！都忙啊，又要工作，又會翻學咁樣咯。首先嚟緊台慶，又要有份可以做 MCC， 咁好開心嘅。